家嘅我最希望系可以成为单车运动员。如果你话佢一定系李慧思嘅接班人 ，OK 啦。万一唔系咧？当我练到想死嗰个程度嘅时候，我就喺度谂：点解我要踩单车？你系咪傻啊？我唔中意呢个阿妈咯。从由细到大都咁大话佢，我踢爆就打，踢唔爆咁就系我聪明。我又唔系未做过啲大逆不道嘅事，我都打过我阿妈。打完佢自己喺度喊。我嘅愿望系参加香港小姐。父母离咗婚啦，阿爸结咗婚啦，跟住又离咗婚啦，阿妈而家结咗婚啦。我想做警察。嗰陣時啱啱修例，嗰個同學就 po 嘢，但我話想做警察咯。唉，我唔知，啲玩啲好毒温。你想做咩？做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物一級館長。戲係一種生活態度。由2011年到2021年，十年嘅時間一晃眼就過去，我哋見到嘅只是永恒的一个片段。